主料，茄子500克，辅料，味精、盐、鲜酱油、大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沸水蒸大约15分钟，直至茄子熟。蒸熟后取出，冷却之后撕成条状备用，大蒜鸡压成蒜蓉备用，拌上蒜蓉、鲜酱油、味精，少许盐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蒜蓉不要太多，不然会很辣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